接着我们的压轴歌曲是由我们的青青为我们带来这一首，哇，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好久没唱了。是，它是一个连续剧，非常卖座的连续剧《如懿传》的主题曲，对，片头曲《沉香流年》，大家慢慢的欣赏，欣赏我们青青的《沉香流年》。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娃娃的介绍。这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，像两三年前吧，也是非常的流行哈。那不晓得大家还有记忆吗？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攻略啊，《延禧攻略》跟《如懿传》啊，两个打对台，都一样很好看，很精彩。这两个连续剧都是非常卖座、非常受欢迎的连续剧，里面的歌曲很好听。对，像那个《延禧攻略》的话，就是雪落下的声音，是的啊，那也是非常风行的哈。啊，不晓得大家还有记忆吗？哈，那个有的，轻轻，对呀、啊，这首很好听。我在我掌心，我们阿川老师也有同感。雪落下的声音，哎。那首歌也是很棒。那我今天要唱的是《如懿传》的片头曲啊，《沉香流年》啊，希望你们也一样会喜欢这首歌。这两出的连续剧我都看过，非常好看，而且都是看到三更半夜都舍不得关。那个女主角好像在两个地方都不一样的那个哈、哦，对对对。非常精彩，剧情也是非常的辗转。对，这首歌曲，这首歌太久没有唱了，老是找不到节奏。哎呦，要不要换一首歌算了？没有，难不倒我们老师的，老师是万能的。还是换一首歌呢？对，换一首，换一首好了，换一首，换。轻轻落在我掌心。换时间煮雨，时间煮雨可以哈，我呢？时间煮雨可以哈。最前面，最前面，最前面，翻过来就是了。时间可以。啊，因为时间快到了哈。对，那帅哥们都要下班了。这也显示我们的团员是多才多艺的，都是考不倒的，随时换歌都可以。老师也是随时换歌，他都 OK 的。那请大家欣赏这一首《时间煮雨》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谢谢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